激啊！系啦，我依家咧身边嘅朋友咧系叫 Sherry 啊，大家好，我哋依家喺香港，听到冇啊？香港嚟，所以咧 ，before 我走之前咧，我一定要访问个 Sherry， 因为佢见证真系太爆太爆太劲啦，所以我一定要问佢，帮我攞住个 bag 先，或者你帮我攞呢个，我攞住啊。你幫我訪問一下 ，OK， 好 ，Shelly， 我想問你啊，點解你點樣會買遇到我哋嘅 Aura Pants 啊？光電子我哋嘅，其實咧，因為我當時好肥，我肥到差唔多200磅，咁跟住有朋友話著咗呢條褲，好咗瘦咗，咁跟住我咪問佢哋攞資料，咁佢哋俾咗資料我之後，我咪上網揾咯，咁我就揾到少少，係啦，咁跟住即刻約佢咯，約佢幫我買我同佢買褲咁樣咯，一買完即刻著。就係 Aura Pants 啊，係啦，所以你買咗即刻著嘅時候，OK， 你有咩問題咧？其實身上其實咧，因為太重，咁咧變咗開始有高血壓，咁然之後又腳痛，我係完全行唔到樓梯。我基本上是行十級已經好痛好痛，咁跟住我冇諗住可以著 Aura Pants 可以改善腳痛，我係諗住減肥，因為醫生話我太肥，如果再肥落去就會好嚴重，開始有血壓高，咁所以我就開始試咯，咁點知真係試咗兩日，好誇張，個腳痛真係冇咗咯，即係開始我行到樓梯啊！我都唔相信，我著完之後兩日，我可以上到一口氣上到七樓，一口氣上去七樓，係好誇張。我以前係行十級就要唞氣，行十級就要唞氣。我奶奶住喺六樓，所以我要十幾分鐘先上到去嘅。哇！佢哋開咗飯，我都點解要行樓梯咧？因為佢係住唐樓啊。我哋香港嗰啲唐樓係即係冇樓梯㗎嘛，所以要行樓梯咁樣啦，係。我而家可以已經行到，我而家著咗兩個幾月，可以行到上14樓嘅。哇！好勁啦！270級啊！即係你仲有咩改善咧？除咗減肥咧，同埋樓梯。個啲血液覺得好咗咯，即係行路舒服咗，可以行好耐都唔痛咯，即係個身形輕咗、舒服咗咁樣咯。Okay. 我係著埋嚟瞓覺。有痛症係嘛？你有？係啊，咪就係腳痛好咗好多咯。OK。即係慳咗好多錢啦！我話即係早啲識少少就好啦，因為我以前咧肥嘅時候，我冇辦法，我做唔到運動腳痛，我要去美容院通淋巴，1000多元一次嘅一個鐘頭。跟住又去每個月去咧，去做運動，唔係每個月係即係一個禮拜要去一兩次咁樣。跟住去 physical 做運動，揾嗰啲教練做拉筋，佢話我好肥咁啊拉筋，750元一 part， 我去一次就1500元，所以我其實我以前嘥咗好多錢做呢啲運動，咁但係而家有咗呢條褲之後，我哋嘅阿媽批曬勁，係24小時好輕鬆咁樣就可以改善到我問題，所以好多謝好多謝。哇！我哋多謝今日我哋 Sherry 嘅分享。仲有一個見證，新嘅見證，你嘅老公見證可唔可以 share 啊？係啦，仲有你老公。你老公見證好好啊！其實咧係因為咧我用得好咗之後咧，咁因為我老公本身有高血壓，係超高200多嗰啲嚟嘅，每一次睇醫生都差唔多要即刻入醫院咁樣嘅。咁跟住我用完我好咗，所以我叫佢試。咁好奇怪，佢用咗佢著嚟瞓一個禮拜到啫。佢竟然我哋嗰日無端端咁樣撞，佢本來係230多上壓，下壓係80多嘅。跟住著咗一個禮拜，同埋加埋飲公司產品 B Feel 咧，飲咗一個星期。嗰日係149同埋80多喎，幾多日啦？一個星期咋？一個星期啫，大家聽到係好誇張嘅，係誇張啊！我係好驚佢會隨時爆，因為200多啊，係一個係人都好驚嘅。每一次去睇醫生，醫生都要佢即刻留醫，但係佢唔肯留醫。咁食咗10多年藥都改善唔到，我哋已經冇辦法啦。咁但係竟然一條褲加幾包產品就可以改善，真係好神奇啊！我嗰時要繼續飲啦，因為都係血壓有問題，我想去 keep， 可能好多地方都係有阻塞嘅，咁樣又咁高嘅血壓，所以你要繼續要去飲咯。OK， 大家有聽到冇話？我哋 Aura Pants 啦，幫咗咁多香港人啦，依家因為佢係其實陌生人嚟嘅，你開始又慢慢影響佢老公去飲我哋產品，同埋又試我哋 Aura Pants 啦，所以大家其實要有可能有好好奇到底 Aura Pants 係咩？大家一定要更加去了解到底咩嘢係光電子，其實佢唔係瘦身產品，佢唔係即係順便。OK， 好。Face， 哦 ，sorry， 頭先你stop 咗我哋。你睇遠啲，你唔好講嘢。可以講。所以咧，
肝電子呢，其實大家要了解呢個咩係肝電子先。所以其實佢係幫到血液循環，就算係幫到 Shandy 啦、佢嘅老公啦，同埋甚至好多嘅朋友啊、書書啦，好多已經，其實我哋已經有買咗好多千條嘅阿拉片喺香港啦。就算我Hebe 啊、Kiva 依家會嚟到香港，所以尤其是香港嘅朋友，你哋一定要深層了解咗咩嘢係我哋肝電子科技先 ，before 你去著呢個產品，同埋一定要好勤力去著。你要了解咗先 ，OK， 好，今日都到此為止，我哋走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多謝 Shelly， 拜拜。